小佩。Yo， 大家好，我是秋妹，欢迎回来这个命运召唤您家的心灵石第二期。上一期说到我们的女主角妮迦要到后山去找精灵石嘛，然后上一期我停到，就是录到这里就停了，然后我们继续吧。这女孩上一期还没有说过话。この人すごく美人。あら、あなた今日転校してきた人ね。私アルチェ、よろしくね。私はステラ・メイベルク、よろしく。ステラ・メイベルク。其他的可以说吗？可以对话吗？我是这个班的班长，你在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请随便问我。那么，班长啦。宝剑寺药草要付钱。如一则，后山的洞穴，除了校舍右转直走。右转直走。诶，古罗伊，他是古罗苦苦什么啊？哦，不是苦，他是克罗克鲁恩克鲁恩克鲁恩。这个刚才小弟弟说啥？克鲁鲁伊怎么记错了？雷恩呐、啊，可以上楼，不能进吗？不能进啊！好吧，我们就出发了。诶，不能吗？それにしても。精霊石も持たずに魔法学校に来るなんて、あなた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って知らなかったんだもん。ステラちゃんは精霊石持ってるの？当たり前じゃない。私の精霊石、ロイヤルスカーレットはね。あ、ロイ、ニス、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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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イト。莱特お父様の会社で作っている精霊石の中でも最高級の石なんだから、なんといってもアルゴンの力を宿しているのよ。完全不明白你说啥。あんこが入ってるの？あんこ美味しそう。好像脑子的感觉。アルゴン、火の精霊をアルゴンよ。あなた何も分かっていないのね。仕方ないわね。見せてあげる。ほら、これが精霊石よ。这游戏的汉化，它的华语字幕有些不会跳出来了。私のお父様はメイベルクコンセルの社長です。所谓有钱人的女儿。やっぱりそれにふさわしい精霊石を持つべきよね。すごーい。ステラちゃんのお父さんって会社の社長さんなんだ。精霊石って手镯，我見たくなってるんだね。这个我有上网去找过资料哦，是精灵石是，类似魔法师的手杖吧，
类似吧，它有那个火系啊、土系那些。精霊石の装着方法はいろいろよ。指輪やペンダント、イヤリングにすることもあるし、ロッドやワンド、探検などの護身具につけることも多いわ。そうなんだ。若女主角的属性呢，目前还不知道，所以也不懂是用啊什么属性的精灵石。こんなこと常識よ。あ、そうだ。ねステラちゃん、私これから裏山の洞窟に行くんだけどさ、ステラちゃんも一緒に行こうよ。失敗だ。は？なんで私があんたと一緒に裏山の洞窟なんかに行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わけ？あ、ダメかな。当たり前でしょ。そんなとこ行って大事なお洋服が汚れたりしたらどうしてくれるのよ。衣服はなま。あんたまさかコルンの言ったこと本当に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あんな話嘘に決まってるじゃん。そうかな。どっちにしても自分で確かめて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よ。对呀对呀。それに洞窟探検なんてとっても面白そう。はあ、とても付き合ってられない。とにかく私、今忙しいの。憧れのミナサラティス様に一歩でも近づけるように、帰ってからもお勉強するんだから、あんたに付き合ってる暇なんてないのよ。はいはい。次行きます。え？有人的。来吧，对话一下。魔法猜拳。我不写呢。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娶伊乌斯的雷米。等到你长大了哟。这是出去吗？看一下。诶，这个是大门吧？这里呢？这个吧。老街寺。要是受伤还会累的，可以来这里休息。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些药品，有什么需要跟老师说哦。给我100罐，谢谢。没有东西了，出去吧。这里又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图书馆，书还不能外借的，如果想看的书可以来这里看。可以看书吗？画册。全部都很难懂啊。哎，没有东西啊，走吧。这是我画的魔法阵，被贴到了不告人展示。这个学校位于郊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魔物袭击，不是吗？对啊，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带着精灵石和护身法。我们就没有啊，我自己法剑。到底说你呢？他在背上，他在你背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把剑吗？难道老师看不出来吗？就是老师却那么奇怪呢，呵呵。转学生，对呀对呀，我是觉得用剑比较好啊。我们从左一个一个进吧。这里是哪里？哦，老师的地方，老师老师，咱们再见。好的，再见。哎，在这个学校用的别的科目一样魔法，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而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魔法绝对不是这个学校的全部。我也是学的，我剑术也很强啊。好，快点，赶时间。这里是什么地方？
仓库之类的吧，这个我要是也在索菲亚老师的班就好了，总觉得特纳尼老师好恐怖，笑得真是好人呢。其实我在操场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玻璃打碎了，副校长为他休息。感觉好像没什么用，那我就待着，我就能成为魔法少女梅林。纳尼？好了，没什么东西了吧？没有，我们就出发吧。感觉也没什么用。刚才那个说什么啊？右转直走啊？这些要说话吗？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呀。啊，我们不说了，好吧。右转，这里可以走吗？不能。右转直走，这里有家，一起看看。哦，他在照顾鸡。可可丽娜和可可纳兹。好了，我要去找第一石啦。为什么没有路的呢？我走错地方了。我走错地方了吗？对呀、啊。那下次一起去打球吧。没人要踩我，是不是出校门啊？反方向。去反方向呀。玩的游戏总迷路啊，为什么？没有啊，可以问问他吗？谁不跟我说话了？为啥？很好，我又在迷路了。右转直走啊！为什么？哦，刚才我进错地方了吗？对，跳！先拔剑出来好了，跳 ，Go！莱姆比较难打啊，不小心按到二了，刚才收剑真麻烦。怎么急速的打是吧？待会儿我按一下 F2， 加44。下面有路吗？有路吗？好像看不到哦。
啊，其实他明明是草啊。待会我的命又扣了，很好。哎，这是人吧？对话。啊，喂，大叔，你在干啥？为什么不能去啊？哦，好吧，那我们走这里喽。来了，我们进来洞穴了。这里就是后山的洞穴了呀！哇，有好多奇形怪状的岩石，有没有找找看就知道啦。哇塞！啊！不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怎么打？不要打死史莱姆先！到了到了，人命！跳跳！能等他冲下来的时候砍。啊西！我的命啊命啊！我靠！上来啊！啊西！这超级不死超难打。好的好的，来玩。超级不死超难打的。再来再来再来！这分开两次打一下。好的。啊！过来呀！我要三罐了啦，我要喝吗？要啊，不要了。打一个洞穴竟然这么打，难打。这是什么？要几里？哎，为什么？啊？这不能过的吗？那我进去好了。妈呀！不是吧我？我要！我按到了什么？按到！到了到了！慌了！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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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没有药了吗？血，超难打的。打了，开始了。没了，就这样。进来就直接就只能宝箱而已。要抽。我刚才按了什么东西呀、啊？是啊。药草，
就这样。所以这里还是要过啊，怎么过来？哇，跳！好的，来了来了，又是臭扁。来我控制我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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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强还有吗又是一个洞。哎，这些都是可以砍破的。可以。铜币。这怎么已经开过了的？死路哎。也不行啊骗人奇怪所以又是一场空咯还有回去吗好回去吧又来了哎给我发现啊挡着他不要给他跳跳是讨厌Go 邓楚よし、やめて。やめてください。臭蝙蝠。哇，刚好反过了，不是，错了。掉，一直闪的。他不下来，我怎么打得到他呢？哦，我知道了。哦，好的，我会越过他吗？啊、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哦，要吵一阵子才能恢复的吗？我不搞你呀、啊！看看，别慌，你干嘛？过分！哇，终于打输了。我用了多少个药草了？你说？抱歉，技术太烂了，所以委屈你们了。生命呀、啊，需要果吗？不需要了，反正要回家了。啊，需要果的。果然这上学的路真是超难走的走啦
还有吗？好的。哦，好痛啊！跳太远了。需要去医药室吗？需要吗？可以进吗？哎，没有人了呀，学校。可以去吗？医药室？按错。不要碰茶壶，这样就不碰了。医药室是在楼上还是？楼上。上锁了。可以直接回家了，好吧，好吧，好吧，回家，回家。我们回家啦。我们回家还得要经过一条，喂，巴纳。啊，回家 ，yes， 终于一个魔法师跟着了。哎，打起，然后打起仗，不用那么累。你在后面，你在后面，我帮你打。我就是作为前面的叫什么前锋，命长的。哎，不行，不行，打他。啊，好的。哎，好累啊。我们跳下面过啊。还知道哪经验呢？等他过去先。OK， let's go。 后面还有一条欸，拿经验吧，我们打打。好的，好的，回家啦，回家啦。还有，这蛇比较容易打了。还没回家吗？应该是没了吧？走吧。还有吗？当然还有啊。一天上学我已经要死啊、哦！他帮我恢复哎，太好了你，太好了你，谢谢你啊！好啦，回家啦，回家啦，回家啦！拜拜 ，Let's go。爸爸，我的是一个懂事的女儿，她应该也不会说吧？精灵室，那个精灵室的需要钱呢，家里又不是很富裕。没事啦，为什么有一个箱子？哎，果然可怜欸，明天就没有上课了吗？
好的，我们保存吧。好吧，我们就先玩到这里了，这个下一轮再继续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点赞分享，谢谢你们的观看，拜拜。